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恶人在自己行医的履历上留下一个污点。我是人，我不是神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道德毫无瑕疵。如果你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，我理解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们是市卫计委纪委，讲究仁和医院的医疗器械采购的，向您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是中西北主任生前写下的证词，我作为家属怀疑我父亲是因为利多卡因过敏。有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篡改证据，嫁祸给一个护士。我薛敏琪从医五十年来始终无愧一个医者的良心。4月5日晚间8点，外科风云震撼大结局。